各位朋友大家好，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收看，每天都收看我们奇迹飙股这个节目单元。我们在今天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主要提到一个叫乖离率。那为什么去提乖离率？因为乖离率它是个通用指标，最主要就在于啦，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我都有提供一个交易系统，一个辅助工具。那近期从2018年的1月到现在，我们最主要啦，在指数的部分叫做 PSY 心理线，也就是说我提供一个工具给我们的成员，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成员他一定有一个叫 PSY 跟对对冲。那为什么要分成 PSY 跟对对冲？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朋友当他在观察的同时，他不要搞混了。就是说指数型商品，我只要是在操作任何指数型商品，不管是台北股市啦、台指期、电子期、金融期、 CIMX 加权指数、日经等等等，我一律使用 PSY。 那相对的如果我要看个股呢，我就点选对对冲。 PSY 的部分操作五分钟的就做指数了。好，那在于对对冲呢，针对所有的股票就一律看30分对对冲。我举例来，我一根手指头我就点它，对不对？这叫对对冲。然后好，我们就看简单看几档股票，比方说像台积电，台积电我就把它吃下去，我把它放掉，我就吃30分的。然后你就看台积电，看台积电干什么呢？台积电到底会不会涨？那台积电涨了我该怎么做？就很简单了。第一个，股票市场大家都知道，高档要卖，低档要买。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里叫低，这里叫高，这里叫低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帮所有我们的成员，我用复杂把你变简单，这个叫效率。好，画面上你所看到这个叫效率，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研判出让每个会员都在同一时间可以知道商品价格的高点跟低点。我已经变细走，但是呢，来举例，买个点离开。好，或者是说我们看近期比较强势的股票，台积电是涨了，我们看一档跌的，跌的叫晶圆电好了。好，我按住它，我放掉，对不对？一律，同样都看30分的。好，那我就去观察，那为什么晶圆电现在会跌，因为这是一百，因为这是一百，所以爱就掉下来了，我应该哪里买？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低点买进？那我要怎么做？我要在这里卖，那在哪里买？在这里买，我一买一卖，一买一卖过程里面，我希望我都可以在股价的相对的高点站在卖方或者空方，那低档我要做买进，那怎么用？我们就用对对冲，所以，但是我已经提供了一个辅助工具给我所有的会员。然后呢，我其实很少看我们同行的节目啦，可是不小心看到，就有很多分析师会说，哪有那个最高点、最低点的？那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暂时不要谈 PSY 或者是对对冲。我们就用一般的乖离率跟大家做分享。怎么分享呢？把复杂变简单。好，来，不要浪费太多时间，我们就先看先举近期啦，9月份不是有最热门的叫做嘉联益吗？对不对？好，为什么是嘉联益呢？因为嘉联益跟汉语博嘛，在 5G 的建制有重大的合作案嘛，包括双方交叉交互投资持股等等等。那请问你，那我该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啊，就每一笔都要赢啊。就是有些分析师会批评我嘛，他说那个哪有那个周最高点做空做卖出，最低点做买进，那你不认真不努力，我能怎么办呢？各位请看，上图这个叫做嘉联益的日 K 线图，我都讲得很清楚。那底下呢叫乖离率，所有的同行麻烦你认真一点好吗？因为这几乎都在同行在看我节目嘛，然后就骂我抹黑我嘛，你又不是我会员，对不对？那你来办啊，你来申办啊，你来申办我的会员啊，我提供你对对冲跟 PSY 啊，要不然你也去参考一下乖离率，帮你的会员怎么样在这里做卖出啊，在这里做卖出啊，在这里做买进啊，在这里做买进啊，然后接下来呢，这里要卖啊，这里要卖啊，
这里要卖啊，这里要买啊，高档要站在卖方啊，低档要站在买方啊，这是什么？这是一般的乖离而已，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很神奇的工具哦。所以我们来观察，从去年第四季以来，十月份、十一月一直到九月，九月底，对不对啊？这不是加联益的日 K 线图吗？那怎么做？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这里往前看，你往前看，请问？加联益在行进过程，从去年第四季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请问你，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不是七个高点吗？那低点呢？不波动，我讲波动，一二三四五六，没有错吧？这个叫什么？这叫乖离。你难道不会吗？我不是说你哦，我是说同行啊，你们这些分析师啊，你为什么做不到？你根本不努力嘛，你每天只在想怎么收会员嘛，然后只想抹黑他人嘛，你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好，所以各位请看哦，这叫加联益的什么乖离？这不是 PSY， 这也不是对对冲。那你请你告诉我，好，我去观察乖加联益，加联益的乖离它比较特殊。它比较特殊，它怎么特殊呢？第一个哈，各位哈，记住哈，当它正乖离扩大，我必须站在卖方，继续站在买，站在空方。那相对的哦，如果它由正乖离转为负乖离呢？记住，金融市场只有一件事情，叫做势已尽。哎，给你哈，势力这个势哈，就这个趋势势力这个势，势已尽，然后呢，货币制。所以哇，涨停板！当你看到涨停板，你是要小心。我看你股票涨停啊，哇，爆出巨量了 ！I say ye， 这种案例一再发生，然后呢，往往很多同行他就叫你买进，因为涨停了嘛，他买进，他想说明天有可能还涨啊，我节目上可以讲绩效嘛，所以往往造成很多那会员会输，他忘记了事已尽。货币制，所以乖离率隶属于我们讲过哈，什么叫乖离？乖离叫反转指标。什么叫乖离？心理线撇衰叫反转指标。什么叫反转指标 ？KDJ 的 J 叫反转指标。所以，因为反转指标本身有领先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一般的乖离，一般的乖离来观察加联益。可以观察所有的股票，然后呢，帮你自己把成功率拉高到最大。你不会受到任何消息面的影响，因为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高点应该站在空方，站在卖方。相对的哦，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低点你都站在买方，那怎么做？你说对啊，这一般的乖离率啊，我也不能改啊，我怎么去改它？你点出来，你的乖离一定跟我一样啊。也就是说，乖本身加联益，我再讲一遍哈，加联益的乖离它的波动不等幅哦。先讲好，什么叫等幅？就是说我往上挣十个百分点，我掉下来，可是往下不是十哦，往下要到十一。所以就是说，加联益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叫等幅。可是你如果要操作加联益，它是不等幅的，不等幅就是说它往上十个百分点，往下十一个百分点，安尼 OK 不？吼，就是讲，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总共十五次嘛。从去年的十月、十一月一直到九月底嘛，将近快一年嘛。那我们来看加联益嘛，那你就怎么做都赢就好了。你唯一会输的是这一笔啦。这一笔这里叫做超过十个百分点嘛，可是这一笔呢没有跌而又创新高，所以这笔得输。但是你莫忘记了，一总共十四笔嘞，第十五笔还不知道嘛，对吧？十四笔，这十四笔里面，你只这一次是错的，其他你是全胜哎。啊，你敢无够厉害？你讲哇，啊，你我拢来用乖离对。对对对，好，还没讲完，这是加联益哦，你要做比对哦，哈，为什么我说，那你来，那我为什么举例啊？这里不要
不要来个乖离，要用对对冲。你要听完哈，来，这叫乖离，乖离率已经很强了，对不对？这叫嘉联益。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档，这个叫台积电。然后稍待再看宏达电哦，过去十年哦，那这是台积电，这是台积电，台积电的什么60分钟 K 线图，那底下呢就是台积电的乖离，我们再对照，稍待再对照我们的对对冲哦，台积电等幅，就是说台积电不管它往上走、向下修正，台积电的六十分乖离率2%。2%就是这样，用台积电是外资法人拿来当作控盘工具、啊、这是他的股性啊，你怎么听不懂呢？那嘉联益 10%， 正乖离 10%， 负乖离 11%， 对不对？对，台积电为什么是 2%？ 他怎么不爱 10%？ 个股性不同，但是乖离它只会真实呈现，所以当你在看不同的商品，你要逐一做比对，利用乖离率去破解什么任何的造成你误买误卖的缺点。好，我们来看哦，当台积电这里负两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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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应该站在多方。相对的哦，台积电正两个百分点，你要站在卖方，你的成功率、你的评价可以高达几乎80%。但是台积电等幅它不等时，也就是说台积电不适合用日线来看。啊，你了解没？因为又不适合，对啊，够不适合、哦。所以你讲，那我该怎么办？好，再看一个商品，这个叫宏达电。我特别喜欢举宏达电，这是过去的上课的内容啦。我没这不这从前2013年当时啊，因为我办经常办教学讲座，这24年以来，我绝对办超过1000场北中南的教学讲座。这是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长期以来上课收费要收500块嘛，那各位您看节目就不用钱嘛，对不对？好，我们讲到宏达电，为什么讲宏达电？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投资人，他在买卖宏达电，移动赢的时阵，他做股票就没输啊啦。你讲真的吗？宏达电之前有一家叫什么？因为叫威盛，我知道啊。威盛之前呢？威盛之前呢？有啦，有一家叫大众电子啊。因为大众电子下市啊，大众佫进前一间嘞，叫国众电脑啊。国众这间嘛无去啊，下市啊，对吧？这个集团反正吼，唔知你创什么，你知无？4间公司已经2间下市了，啊，2间为股王掉到这样啊，制图的时候还在260，现在剩30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这是2002到2013呢，十年耶，200啦，起价1200块，从1200块跌到260，260跌到2498，37块，我签告你哦，我卖公半康啦，我讲多啦。做多哦，宏达电哦，可以从1200跌到36哦，你每一次都赢。你说怎么做？那如果这种股票可以从1200跌到36，你怎么买卖宏达电都赢？那你就把它学起来了，这叫什么？这叫乖离啊。那宏达电怎么乖离？宏达电它的股性就这样子啊，它很敢玩啊。他很敢玩，你不会玩，那你就挂掉啦。那你要知道他是怎么玩的。当你知道他怎么玩，你顺着他，照着他的模式，你怎么会输？好，各位请看，这不就一般的乖离率吗？这不过去十年宏达电的走势跟他的乖离吗？然后对就对，错就错，最高点卖出，最低点做买进，那你怎么做都赢啊？你怎么会坐不赢呢？怎么会没有办法在最高点站在卖方，最低点站在买方呢？那是你的问题啊！我不是说你啊，我只说林老师啊，对不对？对不对？哎，那还跟我同梯的，哎，还跟我同公司24年前，哎，同行，哎，
一搞工我做不到，那有那个最高最低？我现在被讲嘞，你在四年前我们还在同一家投顾公司，同时在当分析师，结果他说他做不到，那怎么会做不到呢？立马认真一点，怎么会做不到？你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每一笔都做，你可不可以每一笔都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实际向各位做情报。加入固德投顾，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立即拨打0800-555-808，0800-555-808。A 加加智能演算四大优势。A 加加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30年来，城市交易大要进。A 加加智能演算。建议先与服务人员联系，0800-555-808，0800-555-808。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提过，第一个，金融市场在于啊，让自己拥有不受外力干扰能力，你怎么让它不受外力干扰？所以就衍生出很多种技术分析。那么这么多种技术分析里面，它概括有两大类，概括哈，一个叫形态类，一个叫指标化。那你这两种不同哦，它截然不同。好，指标里面主要有两种，一种叫趋势指标，一种叫反转指标。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哦。第一个，所有的指标，所有的指标都准，没有一个不准。关键在于，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技术分析，那就没精准，不对啦，是你的用法不对。那为什么你会用法不对？因为你老师没认真。我不认为有同行，他的本职学能是不佳的，不可能。我们这个行业，我所知道，第一个都不会太差。不管学经历不会太离谱，可是呢，就在于因为为了要收会员，所以呢，我别变高票，你节目上才能讲绩效嘛。那在于呢，就是针对他的本业，他不认真，你打刚刚的想要安怎收会员，所以东西不讲清楚。好，我直接讲，一个叫趋势指标，趋势指标准不准？准到一个不行。问题是啊，为什么大家都做不好？因为大家都乱做。林老师也不教你，那他自己又搞不清楚，那你不就这么做不就全胜吗？这一样是宏达电呢、宏达电怎么做？多头市场要做多啊，空头市场要半空啊，你管它跌到2块，它下市也一样啊。宏达电在如果再跌，那请问它的股价会不会走弱？会，股价走弱会不会跌破平均线？会，那跌破平均线呢，你就不要做买卖啊。你就只做空补啊，平均线之上你就只做买卖啊。你说可是成功率不高，那怎么办呢？因为你要加 MACD 啊，加一般的 MACD， 两者做交叉比对，两个都同向，那你就做买。当两个都同向，并只要有一个出现反向，你的买你就要卖啊，相对的哦。当两个都同向向下，那你就空。这两个都向下的，只要有一个转反负向转正，那你的空就要平。所以你在趋势线之上只做买卖，趋势线之下只做空补。我们来看，从去年12月份以来，一直到9月份、9月底，那总共你会有7笔交易。这7笔除了第3笔大概小赔1块钱，其他每一笔都会大赢。我请教你啊，这宏达电怎么做不赢啊？这是什么啊？讲一遍哈，
这不叫指标里面的趋势指标吗？啊，什么叫反转指标？我们刚刚不提到乖离率吗？对不对？乖离率在于说，哎，可是萧敏，你说乖离率，台积电适合用60分钟 K 线来看，类似像嘉联益用日线，好，再来哦，宏达电用日线，可是呢，台积电它的乖离是两个正负两个百分点，只有两个百分点，宏达电到20个百分点，那至于乖离，嘉联益又不同哦，虽然乖离可以几乎怎么做都赢，可是正只能10个百分点哦，就要空了、哦。负11个百分点不能死，要到11才可以买。你说它又不等幅，这也是为什么？来，各位请看哦。我要提供一个叫对对冲的道理在这里，好不好？来，第一个，我要提供一个辅助工具，因为对对冲这个系统，它不需要让你，因为我举例了，今晚 A 在开盘，对不对？开盘好，你就开始去看乖离，大概是几千支。但你还没看完哦，已经收盘了。那你怎么做？因为每一档的乖离都因为股性不同，所以它乖离的格局不同。那你怎么办？所以你要一档一档做比对。现在是什么时代啊？你为什么不交给是一个交易系统帮你做判别？对对冲本身，它要去整合所有的反转指标，然后它可以。他已经内建判别，针对不同股票、不同个股，他都已经设定好了，他帮你都已经完整了，这个才叫做一个标准的辅助工具。所以你有个点对对冲，所有的股票，你不管它是什么股票，你就照着做。啊，你有一根手指头，啊，你有一支，对不对？啊，你也免插的，啊，你会记得正五十半空，不是正五十啦，100。记住哦，对对冲就一律看30分的，它一个周期大概不会超过3天，大致上在2天之内。就是说，我在0站在买方，我在100站在卖方，我在0站在买方，它整个循环一个循环大概就行，不超过3天，2天就结束了。啊，你都收起来，啊，你知道没？啊，安怎做安怎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到哈，第一个说我们的会员哈，他会以全指股第二个大交易量，所以我在当时的研究报我们有列表，万宏、华通、金元电、伟创、伟另外金元电，这里是涨1.6块哎，对不对？啊，你怎么看？今麦金元电，哦，今麦金元电，好来。而且没暴跌，哎，金元店大涨，交易量42,000张，大涨啊！你敢买？啊，你敢买？用输的？啊，一定输？为什么一定输？啊，你老是戆戆啊！啊，这一百是要哪买？啊，你哪买家买？你为什么不这里买呢？你为什么要买这里呢？林老师为什么要买这里？林老师在干什么？林老师真的是林老师，你知道没？林老师那叫北烫，伊唔是北烫啦，我帮他讲个话啦，因为他不用心啦，他把那个心思都放在怎么样叫你说参加会员啦。应该是一个从业人员，应该是想尽办法、用尽能力，帮他的会员提供一套有效的工具，让每个会员面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已经放心。就是讲，我每个会员通通都有这套工具，就是辅助工具 PSY 跟对对冲，所以呢，这个不就叫做鸿海吗？这里要买，这里要卖嘛，这叫联发科嘛，这里要买，这里要空嘛，啊，你不每一笔都对，指数的部分不就交给五分钟 PSY？ 所以我们当初去统计，我们的成功率为什么可以高达90%？每个月哦，我有没有每一笔帮你做统计？每一笔。欢迎各位哦，在可以利用今天这个节目这个时间哦，那联络我们的服务人员哦。我们这里有个6+1万里挑一，把自己准备好，那我也帮你准备好了。就是股票，我们就利用30分对对冲；指数就是 PSY， 每一笔都要对，每一次都要赢，
让我们可以拥有不受外力干扰力量，成功率可以高达90%。感谢您，谢谢，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